就想听你说句实话，帅帅是不是我儿子？嘿，说呀，到底是不是？你别瞎猜呀、啊，怎么可能啊？那好，我就自己来查，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，我绝对不会罢手。静静，今天高不高兴啊？高兴。那米老师一会儿送你回家好不好？好。 米老师，我喜欢你。我明天还能来上学吗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乖，老师要答应你。明天老师去接你，我们一块儿过来好不好？好。真乖。 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回家呀？来接你啊，出去吃饭吧。这小朋友是谁啊？他叫刘晶晶。一会儿啊，我得先送他。晶晶，叫叔叔好。叔叔好。你好，长得真漂亮。晶晶，我们握个手吧。我叫帅帅。来来来，小朋友握个手吧。 好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行，晶晶，我们一块送你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走喽。你怎么老在吃晚饭？我店里最忙的时候来找我呀！忙什么呀？我已经拿尚云没辙了，您快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我能给你想什么办法呀？这女人呐，最怕挨打了，你就噼啪噼啪啪啪把她打一顿，吓唬吓唬她，揍她。对，那怎么行呢？ 我一大老爷们儿没法下手啊！哎，你还装什么绅士啊？你都把孩子弄出来，现在的关键是要让他怕你。你要是再不采取强硬措施，那恐怕真是纸包不住火了，懂吗？哎，叔，哎呀呀呀，别走哎！你给我出个主意哎！啊，谢谢啊，严姐。 啊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有，您快请坐，严姐。哎，我真是没想过来，你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？初来乍到，以后在公司还希望严姐多多关照。嗨，你有我们家言川关照着，还用得着我吗？严姐。 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严总是好人，在积水的时候对我的帮助也挺大的。他也经常跟我提起你啊，说你是集团的元老，要是没有你们，就没有集团的今天。这样吧，私底下呢，我都叫他川哥来着，那我就叫你小姑吧，这样更亲切一些，行不行啊？行啊行啊，你怎么称呼我都行。 哎，小姑，你来点菜吧。好。哎，小云啊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你跟我们家言川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哪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好朋友。你不用瞒我，小姑我啊是离过婚的人，这男女之间的事情，我什么看不透啊。 我们家言川除了米家以外，我还真没见过他对第二个女人这么好过。告诉我实话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爸爸！哟，女儿回来了，女儿回来了！嘿，米老师，女儿，告诉爸爸，今天玩的开心吗？嗯？你这儿还真大啊！啊。 这是我的总店，我还有两个分店呢，发展的挺不错的。那你还是当老师的好，受人尊重吧。你说呢？想起上次你给我创口贴的事儿，我觉得还挺难为情的。什么创口贴？我早忘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两天晶晶我来带吧，正好我上班顺路接上他。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幼儿园能同意吗？我负责了，你就不用管，只要对孩子好就行。至于正式入园的事儿，咱慢慢再说吧。哎，太感谢了，真的谢谢。来，你想我吗？嗯，真的想。爸爸可想你了，爸爸可叫你了。爸，我跟叔叔聊会儿天，来叫叔叔。你好，叔叔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帅帅。你长得可真帅。我来介绍一下吧，这是我爱人严川，这是晶晶的爸爸刘海涛。你好，你好，幸会。进去坐会儿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改天吧。严叔叔，你坐一下吧，我拿巧克力给你吃。 乖，你看我的女儿多会说话，坐一会儿吧，啊。好，晶晶，听你的，我们坐一下。嗯，来来，先小朋友手好吗？爸爸，我拿这个，来，牵着走，来，亲。儿子啊，坐好了啊，别在车上看书，对眼睛不好。妈妈，我翻一下我就不看了。行，你乖啊。 佳，你怎么对那个小晶晶这么上心？你没看出来吗？那个孩子呀，有自闭症。自闭症？这么小的年纪，长得还这么漂亮，怎么会得这种病啊？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那倒也不是，说是天生性的，就是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别人走不进去，自己也不愿意走出来，不愿意跟外界接触，也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他。你说多可怜呀！那你是怎么认识的？他想上我们幼儿园才认识的。哎，说来也奇怪了，他好像特别的喜欢我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夸你是天使在人间呀？哎，行了吧你。哎，我呀。 倒是有个提议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？你说，你们严氏集团不是有慈善基金吗？能不能建一所这样的学校啊？专门接收那些有心理障碍的孩子们。这个提议倒是不错，我个人接受，提交董事会讨论吧。真的呀？我什么时候瞒过你啊？哎呀，没想到，我这个严氏少奶奶。 说话还管用啊！谢谢了，客气。哎，你这是往哪儿开呢？不回家了？今天小姑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要请我吃饭，咱们一起去吧。请你，我去干嘛呀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关系啊？走吧。 帅帅属于珍贵儿啊，那当然了，严家的宝贝蛋子，就是严家的命根子，这谁不知道啊？不好意思，小姑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好。 小姑啊，您接着说吧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啊？什么服装店打来的，又进什么新款了呗？不管它，咱接着说吧。您拨的用户忙，请稍后再拨。什么玩意儿？ 的复婚手续都还没办呢，不办才好呀！省得到时候再离婚，麻烦。对了，你可别问他，免得他说我多嘴。我呀，可是拿你不当外人才告诉你的，知道了吧？知道，小郭，放心吧。姑奶奶，咦，小帅帅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呢？爸爸在外面停车呢，我先跑进来了。帅帅真乖。这阿姨是谁呀？哦，她叫尚小鱼，你不认识的，你就叫她阿姨好了。阿姨好。哎，来，来，让阿姨看看。 小帅帅真帅呀，好孩子啊！阿姨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，就没给你带礼物，你怎么办呀？谢谢阿姨，我不要礼物，我们一起去吃肯德基好不好？好啊！帅帅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没关系的，小郭，阿姨我也喜欢吃肯德基，那一会儿阿姨带你过去好不好？好。 说话呢？哎，年川你来了。小郭。哦，林佳你也来了。这是什么话呀？怎么我不能来吗？小郭是不是不太欢迎我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严总。小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意外吧？是我约小顾来吃饭的。啊，是的。 这位是米佳姐吧？哦，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尚小雨，刚从西雪调来的，往后是我助理。你好，你好，米佳姐，我见过你的相片了，没想到本人比相片还漂亮。尚小姐挺会说话的，说的人心里面麻嗖嗖的。 虽然我没见过你，可是您的鞋做的真不错，对我们家言川也够关心的。我这个做妻子的，真的是自愧不如。谢谢你啊！哪有啊，都是我妈做的，是吗？好了，咱别站着，咱坐下说。来，坐下。哎，不用了，严总，孩子想吃肯德基，我带他去吧。 菜都已经点好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要去吃肯德基。哎，言川、米佳，你们吃吧。帅帅，待会儿我负责把他送回来，好吧？帅帅，跟奶奶走，去吃肯德基。走，爸爸妈妈再见。再见。你们要早点回家。放心吧。走啦，帅帅。严总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佳姐，再见。再见。 话阴阳怪气的。我告诉你，言川，这顿饭我就不该来，我是多余的。怎么了你？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，我走行了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闹什么呀你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他们要是心里面坦荡荡，干嘛溜啊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李佳，真的没有想到。 走得够近的呀，连小云都叫上了。怎么了？你吃醋啊？我是心里面不痛快，我讨厌他。小云啊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那怎么行啊，小郭，你还没吃饭呢。我这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啊？没事儿，那东西我吃不来。 这能怨得着你吗？你瞧米佳那张脸，醋坛子都快打翻了。我要是知道言川跟他在一起啊，我就不叫他来了。哎，你知道严家住在什么地方吗？你不都告诉我了吗？知道的，小郭。那好，你们去吃吧，吃完了回头打个的，把孩子送回去就行了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那好，那我走了。 好的，帅帅，那姑奶奶走了啊！姑奶奶再见，乖啊，好好吃啊，再见。小姑，你慢点啊。好，姐。帅帅，喜欢阿姨吗？喜欢。喜欢啊。对，这是个机会，不能错过，亲子鉴定。帅帅。 阿姨先带你去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去吃肯德基，再去看电影、看动画片。咱们今天啊，好好的玩一趟，好不好？好。帅帅真乖，那走吧，我们。 我说你能不能开张笑脸啊？这饭怎么吃啊？ 不想吃，那你走啊，去找他去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，你人在这儿，心早就飞了。蜜佳，你不是不了解我言川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要想飞，我又等到现在吗？你有钱有地位。 那女人都像花蝴蝶一样往你身上扑，你言川多了不起呀、啊，我米家配不上你，行了吧？你这话说的心里痛快了是吧？我告诉你、啊，你要是在外面喜欢别的女人，那你早点通知我，我立刻给你让位。 反正我们的复婚手续还没办，方便得很。但是有一点你得记住，孩子归我，谁也抱不走他，包括你。我一个人抱他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孩子没有妈很可怜的。你放心吧，我这辈子就死磕你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少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你们家人呢，恨不得你多养几个。你敢保证吗？要是小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你，尚小云来这儿了，你还会带我来吗？肯定不会。什么不会啊？确定我就不来了，我就跟你回家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人永远家是第一位的，明白吗？你别尽说好听的，你知道吧？ 我觉得小姑啊，她就像个皮条客，恶心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这话说的过分了吧？你要嫌我过分，那我走，我不烦你，我给你空间，给你自由，行了吧？ 妈妈这辈子没有学中医，真是可惜了。你没有觉得我特别有天赋吗？行了，吧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别凿了。我每次看你凿药啊，我就害怕。怕也没辙呀。我跟你讲，小强也有毛病。什么毛病啊？生理上的毛病。 真的，毛毛跟我讲的还能有假呀？哎呀，李佳，我有时候就在想啊，你说你们姐弟两个人在这方面全都有毛病，肯定是我怀你们的时候啊营养不良造成的。你想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多苦啊！啊，哎呦，行了吧，妈。 你就别瞎说了，这都哪跟哪呢？说吧，你又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？没什么事儿啊，就是随便逛逛就过来了。你以为我傻呀？你什么事情我看不清楚啊？真的没事儿。 你就别瞎猜了。复婚手续办了没有啊？哎呀妈，你怎么老是抓着这事儿不放呢？不是我不办，我就是不想签那合同。我跟你讲，手续一定尽快办。这也是保护你们婚姻的一种手段呢。 你们这个样子的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退一万步说，你们两个人要是真的分手的那天，为了这个孩子，那就有的扯皮的呢。你不明白？有的时候我在想，现在的婚姻真的很可怕。从开始结婚就得时刻提防着离婚后该怎么办。 你说，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好吗？可不是，夫妻都是这个样子。就像有的人说的，现在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：夹。回来吧，你飞得急着走什么呀？我不用，我自己打的就行了。哇！哟，连春，你回来啦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呢？就是怎么说话呢？ 哎，我儿子呢？放心吧，丢不了。小云啊，带他去玩了，待会儿他会把他送回来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嫌我不够乱是不是啊？什么乱不乱的？我不明白。你就装吧你。啊，好了，嫂子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慢点啊，他小姑。言川。 妈问你，你跟那个尚小云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就知道，有这么张嘴啊，事儿准来。言川，儿子，大夫，谢谢你了。要不是因为这孩子明天要出国，不会那么晚打扰你们的。不客气，我们这里都有值班的，等接你接我一下来就可以确认了。麻烦你们了。不客气。 水水，听阿姨的话好不好？好。那回家以后不许告诉家里人我们来过这儿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会告诉我妈妈的。那，你说话要算数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说话要算数。 说呀，你跟那个尚小云到底什么关系？妈，我不都跟您说过了吗？革命同事。可是你小姑说你们……您听我小姑说呢，您还不了解我小姑那人啊？她那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三八婆，我小姑就是个三八婆。别那么说你小姑，什么三八婆呀？他那是关心你。我可用不着，我现在都是孩子他爹了，凡事我懂分寸。你懂什么呀？现在像咱们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条件，一个男孩太少了。妈，你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呀？越少越好培养，才能培养出精华来，您懂吗？就你能。 现在有钱的男人不怕女人多。妈，那时候爸要是多找几个女人，您能同意吗？你别给我耍贫啊！这是你小姑说的。这才叫恶俗呢！谁说钱多的男人就得女人多呀？人可是要讲感情的。好了，妈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要换衣服啊。你换呗，我是你妈，你怕什么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您赶紧。哎呀，您赶紧，我要换衣服了。 水水，今天跟阿姨出去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前面又是我家了，你去我家玩玩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去你家坐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。水水，妈妈。哎呦，儿子，回来啦！累坏了吧？ 不累，阿姨还带我去看电影了呢。真的呀？那你谢谢阿姨了没有啊？谢了。小帅帅真的好可爱。对呀，这是一定的。小孩子嘛，都是很天真的。听说你是幼儿教师啊？对呀，怎么了？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职业。 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吗？没有，只是随便问问。哎，怎么你一个人啊？川哥呢？啊，是不是这种称呼不太合适啊？要不以后我还是叫他严总吧。没关系的。对了，你找严川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。 那就早点回家吧。要不要严川开车送你啊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先走了啊，帅帅。阿姨再见。哎，拜拜啊。再见。走，你们也回去吧。啊。哎呀。 上楼去，帅帅，奶奶，哎，回来的正好，奶奶等你呢，咱们去洗澡啊。不用了，我带他去洗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用不着你带，你歇着去吧。我怎么就不能带了？小阿姨都能带他，为什么我不能带他？我是他妈，我有这个义务，也有这个责任，我又不会害了他。 你干嘛呀你？吃枪药了？跟谁说话呢？我说你害他了吗？帅帅，走。你有病吧你！ 好看，小英阿姨对我可好了。走，帅帅，洗澡去。我还没跟爸爸说完话呢。来，那妈妈的话你不听了？叫你洗澡就洗澡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走。哎，米佳，你什么意思呀？ 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别无理取闹行不行？我什么时候无理取闹了？我怎么无理取闹了？骗我的人是你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你心里还不清楚吗？非得让我挑明了吗？你不是去了溪水吗？ 那尚小云怎么成了你的助理了？你不是说你从来不找女助理的吗？这回怎么了？扛不住了？米佳，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小啊？我的心眼就这么小，那是天生的。我告诉你，言川，我从来不过问你们公司的事儿。那你也别让我不痛快。请你马上把他给开了。我就这么唯一的一个要求，否则你别指望我给你好脸色看，门儿都没有。走。 莫名其妙吧你！你想干嘛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你没有资格对我理直气壮。这孩子我说打掉，你骗我怀上孩子，生了以后你爸硬抱给我。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警告你，你别逼我。你是不是在威胁我呀？对。 没错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你立刻给我打消那个念头，别整天想着抱回孩子，你门儿都没有。不然的话，你今天休想踏出这个门半步。可惜晚了，我先下手了。我已经在上海做亲子鉴定了，结果很快就出来，一目了然。邵小云，你太过分了。 别逼我动手打你！打呀！有本事你打呀！告诉你，我就是要抱回我儿子。给我听好了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！我站起来！你也给我记住，毛了我，掐死你！你信吗？你掐呀！我死了多少次，还怕死这么一回？你打呀！ 你狠，邵小云，你等着！哎，帅帅，冷不冷啊？不冷。怎么弄的呀？没什么。什么没什么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抽过血了？这是个小秘密。什么小秘密啊？什么时候抽的？谁带你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换你的什么？嗯，不知道。 在哪家医院？你们带我去打预防针的那一家医院。帅帅，别老实的告诉妈妈，到底谁带你去的呀？是小云阿姨，小云阿姨是同班店里一出来就带我去了。尚小云，妈妈，你别说她了，这个真的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秘密。 啊，你回来了啊！正好，我刚给你熬的药，赶紧趁热喝。什么呀？这是？药啊！药？什么药？这是？孩子。啊！你说你这个孩子有毛病，怎么不跟妈妈讲啊？毛病？什么毛病啊？你说什么毛病？ 男人的毛病呗，男人的毛病多了，您指哪方面啊？你非得让我挑明了呀？你说呀。下半身的。哎呦，妈，您这不是咒我呢，妈？哎呦，我够倒霉的了，您能不能盼我点好啊，妈？哎呦，我跟您说啊，这碗我要是喝了，我控制不了自己犯点什么错误，您能兜着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毛病，我下半身好着呢。臭小子，那这个毛毛怎么说你这方面不行啊？哎，你说害得我这大半天熬药，儿子。 妈妈不就是想早点抱孙子吗？哎呦，妈，您又来了！您能不能别再跟我提孩子的事了？您不怕我受刺激啊？你烦不烦？烦！你就知道跟你妈烦。儿子，受什么刺激啊？哎呦，您别再唠叨了，行不行？您让不让我活呀？妈。 消息，我怀孕了。已经2个月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？一开始我也不确定。今天我去医院啊，哎，把这报告给拿回来了，您看看。 床上躺着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怀孕头3个月特别容易流产，知道什么我跟你说。我想想就再告诉你啊。怎么能怀孕呢？ 那你还生气呢？我说你这人怎么气性这么大，心眼这么小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夫妻之间应该有相互的信任。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保证，我和邵小云绝对没有超出朋友以外的任何关系。你怎么这么不信任我啊？我不是不信任你。 我就是反感他。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至于怎么做，随你。人家是对啤酒厂有贡献的，我总不能无缘无故的把人家给开了吧？我都说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就奇怪了，尚小云怎么得罪你了？是，他是没有得罪我，可他的眼神不对，这是我的直觉。 女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，不会错的。你那是疑心病吧？神经过敏。随你怎么想，我不想说了。睡吧。问一下，血液科在几楼？在3楼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尚小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帅帅是我的儿子，你凭什么带他来验血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搞鬼的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你心中有鬼。你什么意思？ 请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。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呢？啊？那好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帅帅他不是你的儿子，他是我的儿子。是我尚小云的亲生儿子。